大家好。咪咪早安。阿妈早安。早安。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课程，是贴纸的游戏。好，今天上的是13跟14。13是蔬菜拼贴乐，14是图案配对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好，咪咪，这是什么颜色？橘色。好，这个呢？茄子。对，茄子是什么颜色？橘色。好棒。这个呢？绿色。好，这个呢？黄色系。好，还有这个呢？绿色。还有呢？橘色。橘色是什么东西？嗯，胡萝卜，对不对？胡萝卜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咪咪可以拿着这个颜色的贴纸，然后就贴在它的形状上。好，你看看这个应该贴在哪一个的贴纸上啊？你贴贴看，圆形要贴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，再来一个，是什么形？正方形的。正方形。好，贴在哪里？这边。哇，好棒棒。好，再来一个呢。这个什么形？长方形。长方形要贴在哪里呢？你找找看。哇，是贴在青椒上哎。好，还有一个哦。好，你好棒。好，再来一个，这是什么颜色？橘色。橘色的在哪里？是这样吗？对，好棒棒。好，最后一个呢是什么形？三角形。三角形是哪一个？好，就是这个吗？好棒。好，通通贴完了耶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是图案配对去。好，因为你看到了这一只是什么？这只是什么？好像什么？好像毛毛虫，像不像？像。啊，这个呢？小老鼠。小老鼠。上灯台。这个呢？房子。房子。这个呢？秀，火箭，对不对？火箭。这个呢？螃蟹。这个呢？这个好像是什么啊？好像是个饭团呢。我们来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把这些图案配上去啊。好，来，这个是配在哪里的呢？配在这个吗？是在配在这里吗？是一个小寿司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呢？这个是远远的，是在哪里？哇，是毛毛虫的头哎。好，再来，正方形的在哪里？正方形的，看看。哇，好 ，mini 好棒，这只手可以来帮忙啊、好，再来一个。他是谁呀？小老鼠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咻，是在哪里？火箭的头吗？是会升到天空去哦。哇，最后一个了。是我们房子的大门呢，哇，好棒哦！咪咪都完成了，好，给自己拍拍手。好，我们来帮你写上，今天是3月9日，对不对？3月9日，好，我们今天这个就完成喽。好，我们再，要好。